主料，小米100克，燕麦片80克，大米50克，辅料，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荸荠、糖菜一颗，枸杞、豌豆、香菇一个。黑芝麻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三种米混合，淘洗干净，锅里做清水，温水时候下米，准备荸荠、糖菜、香菇。荸荠、糖菜、香菇切丁，准备豌豆里自己加桌水冷冻的。枸杞，下入荸荠丁，先下比较硬的食材，中途再下豌豆，下香说，快出锅前下枸杞和糖菜，加盐、胡椒粉，关火加鸡精，装碗中撒黑芝麻。烹饪技巧，蔬菜粥可以随意搭配，杂粮也可以随意的搭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